嗱，煲汤嘅小朋友，煮饭嘅男人。嗨，我系林一峰。嗨，我系黎晓阳。蜂蜜点样分真假呢？我想是價錢貴不貴的，那你經常被人騙了，就講兩樣很簡單的。有時候有些蜂蜜有成樽的，熬下熬下，如果它不在浪的話結結地的，因為它彈的時候它不會震得很緊要的，熬下的時候如果它那個邊黐住下去那個樽的裡面，不是立刻流下來的，咁就真嘅機會就好大啦！趁啲人見唔到咧，咁你去餓話嗰樽倒轉佢，有啲泡喺下面升上嚟嘅時候，慢慢升，升得好難嘅，咁啊真噶啦。OK， 係啊。你會用咩成分養自己咧？辣椒啦。點解啊？越細粒越辣。哦。咁你用咩食物嚟養自己啊？魚湯咯。點解咧？因為好腥咯。但是好的魚湯是不腥的，哦，要落啲薑係嘛？唔緊要，你再形容過自己先。OK， 我想我是一煲煲得很差的魚湯。煲魚湯的時候最緊要是乜嘢啊？落薑同埋要煎條魚，最緊係跟住起咗啲內臟先。不過通常你買嘅時候都起埋嘅嚟㗎。咁係啊，我自己整魚湯咧就淨係用即係三文魚嗰啲係唔得嘅。嗱，嗰啲會苦嘅，咁用白色嘅魚，白色嘅魚骨，咁嗰啲魚湯就好啲啦。紅三魚定白色魚骨？係咪㗎？好似係，因為我用過紅三魚嚟煲湯。我覺得其實係令我諗翻起成個集資嘅過程，因為其實都隔咗一段時間，我對上我集資都隔咗一段時間，咁令我諗翻起其實又重新嚟集資過啦。不過今次集資一個音樂會，咁所以睇翻個 trend 嗰陣時候，就有一段時候都好擔心，即係自己會成功集資嘅，但係 end up 都會過到。咁成功咪嚟過咯，呢個集資嘅過程咧就好似過山車咁嘅，但係每一次見到一個數字上嘅嘅提升啦我得到嘅唔止係嗰個滿足感啊，即係有啲人好開心嘅，咁但係其實嗰個數字就話俾大家聽，而家仲有一班亦係唔少嘅一班人係好 ready 去。支持自己喜歡的東西的，這個帶給大家的希望是比一件事集資成功更大的，但是我們care 的不是數字，而是大家眾志成城地做一件事，我們不是要大家做善事，不是拿些錢出去做善事，而是一個很公平的交易，而大家都知道，都應該知道每一樣嘅藝術創作啦，音樂又好，電影又好，點都好啦，係需要資金去達到個藝術高度嘅。咁本身呢件事做得到咧，已經係一個好大步嚟噶啦。因為我哋唔係淨係做音樂會咁簡單，要話俾大家聽啊，其實係有希望。你只要肯做就有機會的，其實不是只是我，第一不是只是我 落力、就是，都挺出錢出力的這件事，但不是只是我，還有音樂風還有其他的大腦和一些手腳這樣的，另外就是不是我幫他們的， 是大家一起去搭埋同一條船，互相幫助大家之外是幫聽眾聚集一起在一個平台一起做一件比自己更大的事，為了將來大家幫這個社會做一些事情，就是這樣。其實那時候是處於一個位置是沒有其他選擇可以去做的，跟如果沒有這件事情，你基本上就沒有成點，因為即一來錢，而且那時候最主要是做的時候都沒有想那麼多，雖然設定個資金，我可能設定是150,000，但其實嗰時都冇諗咁多啦，因為 it's the only way， 咁我就唯有去試，就好似其實一封除咗 music B 上幫咗我之外，其實佢第一首即係幫我填詞嘅歌叫《天行者》，其實正正就係講呢樣嘢啦，就係、是、見到
怕踏出第一步去試。係啊，係啊，多謝你俾呢個機會我。我多謝你，真係你個天行，你先係真正嘅天行者。最咩期盼？其實最主要係呢條路咧，由一開頭到而家嘅，即係唔係計行咗幾遠或者咩，係當中我學咗好多好多嘢，尤其是係做呢只碟出呢只碟。其實睇翻每一隻歌，如果唔係我呢只歌，我都唔會每個 topic 去滴咁 deep。其實呢啲正正就係我學咗嘅課題。咁其實我將來其實都想去得更遠，但係最緊要係我希望喺從中嘅過程可以學到一啲新嘅嘢。即係每樣嘢係，如果唔係因為嗰隻歌，我唔會學得咁多。我永遠很近就係講。即係唔好擔心將來，後悔以前，你就 focus 喺而家嗰度。咁初初都明明地個 topic， 但到你真係去做，真係去做咗出嚟，做宣傳，拍埋個 MV 之後，你更加體會到嗰樣嘢。李宇恒係一個好得意嘅小朋友嚟嘅。佢第一佢識咗新呢個朋友嘅時候咧，第一個問嘅問題咧係你開唔開心啊？咁喂，條咁 deep 點答你咧？咁但係佢又好善思嘅。咁而每一次見到佢，第一個問題都係問一啲咁哲學性嘅問題㗎。咁但係後屘諗翻轉頭，咦，其實呢啲嘢先至係大家應該關心。咁佢嘅價值觀咁等等係令我好敬佩。好開心㗎！我哋頭先先至一齊食，一陣間外賣一齊執嘢咁。基本上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头呢，只要一班人同一条心地做同一件事呢，在哪里吃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那就气氛是什么。最后是大家一起执回一些东西，我在这么多个工作场合，只要那件事是对数那件事是开心的话，大家就会一起执东西了。最后还有我们全部都是即即都係做緊同一樣嘢，但係我哋 kind of 係 competitors， 但係其實我哋係做緊同一件事，所以變咗我哋有所有有能力嘅人，我哋一齊好多意見要發表，但係我哋基本上係一齊為件事好咯，所以搭埋同一條船，係好開心嘅感覺。平時我就中意煮俾人食嘅啫，就邊個都得，中意用邊個食飯咧？我喜歡自己吃飯，我都是喜歡自己吃飯，所以我打算先給你答先，但你都是答了我的答案，都是喜歡自己吃飯。是啊，因為通常吃飯就應該吃飯，就是說話就專心一點吃飯，因為很多時候，尤其是現在這麼多東西想到的時候，你反而很多時候你連吃了什麼你都不記得，因為你沒有 focus 在當下那一刻，很多時候昨天吃的東西完全不記得。是啊，我是什麼都煮的， 我其實出了曲book的嘛，都兩年前的已經，古靈精怪東南亞了，最喜歡就是我自己那些泰國那些醬我自己磨的，我經常慢慢磨慢慢磨，一路丟每一樣材料下去的時候，磨出來的那個香氣呢，就好像帶你去一個 trip 一樣，譬如有個香茅啦，由乾磨到由很乾的東西開始磨先，跟著放一些很濕的東西下去，慢慢一層一層咁樣搭上去，好浪漫呢件事，好禪修啊，慢慢嘅。我咧，我就主要係煲湯為主啦。咁通常煲湯我其實幾享受去買餸嗰個過程。你中意同人搭訕？係啊，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同人搭訕，同埋嗰啲賣菜啊、姐啊，或者嗰啲豬肉佬啊，我成日同人哋佢傾偈噶。咁啊，佢成日都會斬多幾嚿肉俾我。咁啊，一開頭因為我唔識煲，咁我就問佢啦：啲肉係點樣啊？我後煲兩次先知道，原來啲細路要飛水噶。如果唔係就污糟啊！咁後屘就佢教我要飛水啊，同埋咧嗰啲栗子係點樣搣噶？通常要買啲栗子係冇殼嗰啲好難揾嘅，有殼嗰啲啊搣到爛曬手都未剝到，跟住就用條毛巾包住一擰就得啦。咁變咗係同埋我去街市買餸，變咗係好人情味嘅，同嗰啲人溝通嘅，佢講翻以前嘅歷史俾你聽，或者以前嘅生活係點樣。咁因為我後生仔嗰度你唔講，我真係點知啫？咁所以就係透過呢啲人去講翻佢嘅經歷俾我聽，我就。咁你每次買餸咪好長嗰啲時間？啊，係噶，但通常去開咗幾間，通常好搞笑噶，即係個豬肉佬成日瞓咗晏覺，咁我就拍聲佢，唔好意思，我想買廿。係啊，你啊，我就個個都煮啦，
其實我而家我做完訪問之後咧，我就要即刻去煮一個三日大餐俾媽咪噶，所以係而家心目中只係諗住媽咪中意食啲乜嘢咁樣樣。我印象最深刻嘅飲食故事就係、是、其實我試過去街市度換啲湯料咯，咁樣網上都有睇嘅，就係嗰陣時因為我做音樂，咁其實屋企人好擔心我做音樂揾唔到食。或者我覺得佢哋擔心我，好現實。所以咧，我就嗰人啲問題好鬼現實嘅啫。所以我就去 prove 俾佢睇，其實揾到食嘅。咁我就攞住吉他去唱俾啲人聽，可唔可以唔俾錢你？不過我唱首歌你聽，你俾兩個薯仔我啊。咁我記得朝頭早問到，朝頭早八點問到晏十二點，終於就儲到一煲番茄薯仔瘦肉魚湯。咁我翻去煲咗俾我媽飲。咁呢個就係我嘅有趣飲食故事。我就冇乜喎，但我冇去咗每一個城市咧，都會喺當地嘅街市度行啦，同埋有啲有啲烹飪，有啲 cooking class 我會 join 咯，咁就同嗰啲阿姐又係啲頭下咁傾下偈啊，笑下咁樣，咁咪偷師。當我學咗每一樣嘢嘅時候咧，就會翻嚟喺香港同人分享，同埋要 make sure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到嘅樣嘢，即係上次我本曲譜就係咁寫翻嚟嘅。去每一個地方，食物係分享為主嘅，可能食咩都得，但係只要我多一個人嘅話，我世界就充滿希望。咁飲食世界亦都好精彩啦～